大家好，我是小红草。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个故事篇的最后一个篇章 ，Chose。これ。大丈夫。诺瓦不断的阻止我们去探勘这个机器到底有没有故障哦，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为什么原来消失的魔物朋友威弗列德现在又出现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哦。这部影片上的时间点应该就会在情人节活动也一起登场的时候。那大概应该知道这一次 Citus 2跟 Storica 合作活动延续到3月4号，再加上它的奖品要非常的多的资料库残片才可以拿到，到时候大家会双活动同时进行，应该会让大家需要更多的时间黏着在这个游戏上哦。那有点跟原来的概念，就是稍微休闲一点的手游，有点本末倒置。但我觉得这样也是好事啊，就是手游多一点活动，多一点合作活动，是好事。这边战斗结束之后，就来看看诺瓦到底藏了啥吧。あなた。
そう。え？これ。ブラッチ！
なんで？あれ？原来诺瓦是要隐藏他们是人偶的真相，而且他们的目的居然是要毁灭人类。那到底原来的人偶师是怎么样设计的呢？我去看了一下 Cytus 2的介绍，那这个 Nora 手上抱着那个头，他的名字是 Robo，那是以前在选择 Cytus 2进行冒险的时候的前三个主角其中一个。那一个是 Neko， 一个是 Path， 一个是 Robo。那为什么他们是人偶呢？在 Cytus 世界里面，人类已经死了。那他们是借由把人类的精神和记忆移植到机器人偶身上，进而延续的精神体。他们为了要保持自己还是人类的那种感觉，而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活动，像是开直播或者是唱歌之类的，就为了不要让自己觉得自己是机器人啊。这边如果有讲错的话就讲错啊，因为我也没有玩过 Cytus， 或者是去查了一些资料，免责声明，免责起来。那这边看到这边，我终于理解为什么这一篇在 Story 卡里面的主角是诺瓦了，因为他也是一个人偶师，所以也许他更能理解这些人偶的想法吧。说回到 Story 卡的活动很多这一点。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他赶快出主线故事的，因为有在 follow 我频道的应该就会发现我真的非常喜欢看这种可以延伸世界观的故事啊。猫なんで？私あなた、もういい。アイビー、私、
だった。猫は。ありがとう。じゃあ、ノルバさん、あの。お願いします。于是 Neko 跟 Path 就离开了。那到底他们是在这个大陆闯荡，还是自行关机了呢？就由客观自行想象啦。大家再见，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在左下角按赞，右下角按订阅，打开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消息咯。我是小熊草，那下次再见咯，拜拜。